今天英国大学的排名出炉了，要说大学排名榜 QS 当之无愧的权威，新出炉的2023年 QS 排名我就放着慢慢走着，到底怎么样听我给你吹。麻省理工连续11年世界第一，今年的牛剑之争是契约胜利之剑战胜了大水牛，咱们的大学表现不错，北大清华分别排12、14，另外还有港大、复旦、浙大、交大、香港中文科技、成大理工、台湾大学、中国科技技术大学、东北大，日本是东北的。 Anyway， 以上咱们的大学都排到了世界前100，表现是相当不错了。至于可能有人说，有的学校不是退出排名了吗？起初我也秉持着这种想法，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话题可以来聊一聊，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去年的 QS 榜单，等屏幕下滑到 Top 600了再说吧。最后我们家来了新成员了，蛋仔，蛋仔别撞了蛋仔。